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绘制佛像的功德。西法名门云，尽管只修建一座如藏青果大小的佛塔，其中柱用的是砧，供奉的香只是一片柏树叶子，也可获福德。甚至修建一座如青稞粒大小的佛塔，仅放芥子粒大小的佛骨做宗藏，指佛塔里藏有的佛骨、经书等物，其福德也宏大无比。顺者大声经云，占卜州的宽度有7000由旬。世尊在此安住其间，凡尽力供奉敬仰者，哪怕他所造之佛塔塔身仅有鱼竿子、油竿，产于热带，树高叶大，果实可入药，一般大。宗藏之佛骨仅有芥子粒大小，塔之中柱粗细仅如针，塔顶仅用旱薄树叶遮住，或塑造一寸高的如来佛像等等，其所获福德也百倍于原来的福德。夜分辨经云，佛对婆罗门寂寥连坐说道，修建如来佛之佛塔者有18种功德。身体健壮，容貌端庄，器官敏捷，稳重大方，奴仆成群，闻名十方。众人赞颂，广传天下，家财万贯，不忘共主，转轮治国，万寿无疆。命如金刚，点石成金，
妙相绝伦，不忘祭天，投生天界，迅速成佛等共十八功德。广积善根经云，智慧者善知利他，并供养如来佛塔，修复佛塔，认真清扫污物。因此，智慧之善男信女们能打扫佛塔、供奉佛塔者，可获得四境之果。何谓四境？身境、缘境、心境、智境等四境。圣者观世音菩萨经中云，任何人塑造佛像、绘制布画、壁画，将获何种殊妙之法。回答曰：将不会成为非名之盲人，不会成为背驼、四肢残疾不美之人，其身健壮光泽，具有22种妙相。结录印光大师关于印造流通经像的利益功德。凡能发心，对于佛经、佛像，或刻、或写、或雕、或塑、或装金、或绘画，如是种种印造等法，或竭尽己力独立营办，或自力不足广劝众人，或将他人之以印造者为之流通，为之供养，或见他人之方印造者，为之赞助，为之欢喜。其人功德皆至广至大，不可以寻常算数计。Thank you.
何以故？佛力无边，善拔诸苦，众生无量，闻法为难。今作此印造功德者，开通法桥，弘扬大化。遍施宝法，普济有缘，其心量之广大，实不可思议，故其功德之广大，亦复不可思议也。尽本诸经所说，列举十大利益，仅用浅文全次如下。一，从前所作种种罪过，轻者立即消灭，重者亦得转轻。二，常得吉神佑护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寇盗、刀兵、牢狱之灾，悉皆不受。三，速生愿对，贤蒙法义，而得解脱，永免寻仇报复之苦。四，夜叉恶鬼不能侵犯，毒蛇恶虎不能危害。五，心得安慰，日无显示，夜无噩梦，颜色光泽，气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六，至心奉法，虽无希求，自然衣食丰足，家庭和睦，福寿绵长。七，所言所行，人天欢喜，任到何方，常为多众请诚爱戴，恭敬礼拜。八，
愚者转智，病者转健，困者转亨，为妇女者报谢之日，节转男生。九，永离恶道，受身善道，相貌端正，天资超越，福禄殊胜。十，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，以众生心做大福田，获无量胜果。所生之处，常得见佛闻法，直至三会宏开，六通清正，速得成佛。印光大师云，塑造佛像功德广大不可思议。而宝界如来圣像，对于生道旁生等类的恶趣众生，一闻此名，即可帮助畜生道众生从苦难中解脱而升往天界。造佛形象的功德，尔时幽亭王手执牛头旃檀像，并以偈向如来说：“我今欲所问，慈悲护一切，作佛形象者，为得何等福？”尔时世尊复一偈报曰：“大王今听之，少多掩其意，作佛形象者，今当出说之。”眼根初不坏，后得天眼视，白黑而分明，作佛形象德。形体当玩具，意正不迷惑，视力被常人，造佛形象者。宗不堕恶趣，宗则升天上，
与彼作天王，造佛形象符。于佛不可计，其福不思议，名闻遍寺远，造佛形象符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普里正觉精舍圆通寺联合举办传授护国千佛南众三坛大戒戒会通启，恭请三师比丘坛、菩萨坛、果清律师为德戒和尚，果清律师为秉戒德戒和尚，天音律师为结摩阿舍离，天音律师为秉戒结摩阿舍离，果良律师为教授阿舍离，果良律师为秉戒教授阿舍离，开堂和尚圆西法师。传戒日期108年8月19日起至9月19日，共计32天。报名日期即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。地点圆通寺南投县埔里镇观音路88号，电话0492912480，0492912480。传真0492914728，0492914728 ，email 历接 ytc@outlook.com， 护持账号21447542，21447542，户名正觉精舍，请注明护持戒会。高雄市光明山日月禅寺举办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戒会，传戒日期具足戒108年10月29日到12月2日止，共35天；在家戒108年12月3日到12月9日止，共7天。报名日期具足戒即日起至108年911 07636 6611，传真07636 6613，07636 6613，邮政划拨04436864日月禅寺，欢迎发心求受戒法者踊跃报名。他说他有放法师的，净空法师讲经光碟还要特别招请吗？那在家里我认为，因为家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
不要在家里招请是好一点啊，因为特别我们是在家人，不是对他不慈悲啊，对不对？你把有一些有很痛苦的生病的老人躺在你身边，你也睡不着啊，并不是不想帮他，而是这边如果你要招请很多，最好是寺庙参加法会的时候，他得到的力量大嘛啊，所以在家里你要招请也不是不对，只是说你做完你的功德甘露施舍要圆满奉送，对不对？牌位盖起来，这样会好一点。所以家里至少要招请的是谁？周身祖先自己负责的嘛啊，你对祖先很孝顺，所以我们家里永远拜了祖先牌位，那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很多很多众生，怕我们自己功德力不够啊，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来参加大法会就写多一点啊，写多一点就没问题。像我每次法会我都写两三个钟头，一直写一直写啊，所以所有想到的长庚医院、台大医院、各老人院，你就一直写没关系，因为大法会嘛啊。但是光一个人怕力量不够，一个人可以回向，你做完功德念完心经啊，回向法界众生，那时候回向可以啊，你回向很多很多都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要招请来，怕自己压力太大啊，因为众生很苦，你招请他一定来的。观行圆通，慈观悲观清净观，音文自在，妙音梵音海潮音。农历2月19日为观世音菩萨圣诞，观世音菩萨又称观自在菩萨，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法缘。户户阿弥陀，家家观世音，从此记中观音信仰流传之广泛，可见一斑。经典记载，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，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，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甚好，菩萨及时寻声覆感，使之离苦得乐，故人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为济世度人，使众生开悟无上正等正觉，传承句句大愿的重要陀罗尼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神咒，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大悲咒。佛陀告诉阿难尊者，诵此大悲神咒有种种功德，一者广大圆满，二者无碍大悲，三者救苦，四者延寿，五者灭恶趣，六者破恶业障，七者满愿，八者随心自在，九者速超上帝。观世音菩萨言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是无染浊心，是空观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悲下心，是无杂乱心，是无见取心，是无上菩提心，是当知如是等心。